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今天跟各位说明，陈时中指挥官，因为上午自觉有相关的症状，所以他自己使用家用快筛试剂检验，那结果是阳性，以透过通讯诊疗的方式判定为确诊，那将进行居家照护。那目前身体状况良好，令近日与陈指挥官接触的疫情监测组长周志浩。还有发言人庄仁祥跟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义军及冯必胜，那都已经完成快筛，结果都是阴性。那目前整体状况良好，无症状哈、哦。那将持续落实自我健康监测。那指挥中心指出，陈指挥官在居家照护期间，指挥中心仍会持续进行防疫的工作。那指挥官的相关业务将由陈副指挥官。中彦暂代，那陈指挥官亦会透过电话及视讯的方式，掌握各项防疫的工作的进行。